老师有办法。 Girlfriend 女朋友，采用熟词法，单词 girlfriend 等于熟词 girl 加熟词 friend。 Girlfriend G-I-R-L-F-R-I-E-N-D 拆分为 girl 女孩， friend 朋友，拆分为 girl 女孩， friend 朋友。想象成这个女孩是我朋友的女朋友。想象成这个女孩是我朋友的女朋友。Ready, 愿意的，准备好的。采用综合法，单词 ready 等于拼音 re 加熟词 a 加拼音 dy。Ready, R-E-A-D-Y, 拆分为 R-E, 热 E-D-Y, 电影，拆分为 R-E, 热 E-D-Y, 电影。想象成天很热，但看一场电影我是愿意的。想象成天很热，但看一场电影我是愿意的。 Be ready to 愿意迅速做某事，采用造句法，短语 Be ready to 想象成 I am sure they will be ready to help you， 我相信他们愿意迅速帮助你的。想象成 I am sure they will be ready to help you， 我相信他们愿意迅速帮助你的。 Character 人物角色，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character 等于拼音 CHA 加拼音 RA 加拼音 CTER。Character, C-H-A-R-A-C-T-E-R, 拆分为 C-H-A, 茶 R-A, 热爱 C-T-E-R, 吃天鹅肉，拆分为 C-H-A, 茶 R-A, 热爱 C-T-E-R, 吃天鹅肉。想象成那个买了很多茶的人物角色热爱吃天鹅肉。想象成那个买了很多茶的人物角色热爱吃天鹅肉。 Simple 简单的，易做的，采用拼音法，单词 simple 等于拼音 si 加拼音 mp加拼音 LE。 Simple S-I-M-P-L-E 拆分为 S-I 四 M-P 门票 L-E 了，拆分为 S-I 四 M-P 门票 L-E 了。想象成我只剩四张简单的门票了。想象成我只剩四张简单的门票了。Dress up, 装扮，乔装打扮。采用造句法。短语 dress up。想象成 I dress up as an old lady， 我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。想象成 I dress up as an old lady， 我装扮成老太太的样子。
单词记忆不用怕，花花老师有办法。